见证一下最大的冰激凌是什么样子的。看看，和我脸比比看，夏天能开出这种效果的也就只有圆锥绣球了。那这个品种呢叫做石灰灯，它呢是很早就被引入到国内的一个圆锥绣球的品种。你看每一个枝头呢都顶着一个硕大的花苞，是不是真的很像冰激凌呢？它呢其实是不怕高温也不怕晒，而且呢不怕低温，几乎也没有什么病虫害。那么从广州以北一直到东北地区都是可以露天种植的，最适合它的地方不是阳台，那么一定是在花园里咯。最高呢可以长到1米5高，小小的阳台呢是根本 hold 不住它的。来，我们把它修剪掉一颗，然后插到花瓶里面，满满的一大束。然后这个呢也简单给它修剪一下，这些小枝条给它去掉。这个呢我将会把它换一个更大的花盆栽进去，然后给它施足营养，秋天的时候呢你还能再看到一波花。那个时候呢温差比较大，我们迎来的除了这种绿豆糕的颜色，还将看到它粉色的一面。好了，用的话记得点个赞，我是塔塔先生，我在塔塔，欢迎等你，拜拜。